阿潘，今日谂住带你睇一个奥运站物业——维港湾。Henry， 这个单位有什么特别？有什么特色啊？呢个单位同呢个屋宇名一样，对住维港美景，中上环全部睇晒。你话靓唔靓？哦，那这个单位究竟有多大啊？我一家人够不够住啊？呢个单位695尺，三房一套，包你一家都够住。是这样吗？那事不宜迟，我们马上去看啊。一入屋，全个维港海景已经在你前面。看看个厨房，业主好似全新装修一样，而最特别呢是里面仲有个多用途储物房。你见到清楚有海景之余，其实你见到摆到床、衣柜、洗手间方面呢，业主都是全新装修过。一般入嚟就已经可以用噶啦，清洁下当然要啦。而家我哋睇第二间房，呢间房咧系中房嚟嘅，可以摆到双人床添，都系向着维港噶。入到嚟主人套房咯，除咗个洗手间都系新装修之外，入到嚟见到我哋呢个房间。有前后对流窗，前面向南望过维港国金 ICC 景啦，后面亦都可以睇到泳池景添。系噶，呢单位好少放盘噶。我系 Henry， 我是阿潘，有兴趣嘅尽快联络我哋啦。联络我哋。